Yeah, come to feature size. Ty, oni nic nie mówią na razie. Słyszysz cokolwiek, czy nie? Bo... Ja się zastanawiam, czy mikrofony nam działają. A w odsłuchu mnie słyszysz? Jak teraz mówię? Nie? Słyszysz? Na WhatsAppie tak, no ale tutaj czy w słuchawkach? A to weź ty powiedz, zobacz, czy ja ciebie słyszę. Na słuchawkach? A, słyszę, no to elegancko. No to elegancko.大家好，欢迎到我们目前的论坛。我们今天的讨论会也是这个IGF的一个部分。我将安雅里特罗维奇，我是这个BBC的BBC的一个节目的主持，而且我们的这个主持的节目，它是集中在这个科技和技术的一些实情。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大流行的危机中，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新的技术，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大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那么难。我现在在这个讨论会的当中，我想鼓励我们多利用官方参与我们关于设计的这个对话。而且这个主要的讨论会的一个部分就是今天的讨论会。我很高兴这个IGF的决策者他们是把我们环境的这个题目列入到我们的日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希望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年轻的领导人，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为了促进未来的科技技术的发展。今天的这个讨论是第一个讨论会，就是只有女性。所以这个是非常意外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很高兴，所以我现在想请大家做自我介绍，但是这个自我介绍之前，我想界定这个环境的数据具体是什么东西呢？这具体就是环境测量或者测试的一些结果，或者说这些预测的一些结果。所以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也密切跟环境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了保持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环境。我觉得我们这个系统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些环境的环境的数据，这个涉及到各种的自然环境的资源，也涉及到其他活动的一些数据，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建造我们的康复力，还有让我们能够成功管理我们的数据。在世界上有几十个亿手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所有的手机积累数据，而且把它们跟很多科学文章融合在一起，还有私立公司的一些报告等等等。各种各方面的数据，而且来源多样化的数据，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处理这些数据，那我们能够更好完成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甚至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无法使用这些数据，那我们无法持续我们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我们为了达成平等化，我们也必须要使用这些数据。现在想请大家做自我介绍。首先 ，Joyce 苏岩女士，她是联合国环境节目的执行负责人，我也是这个秘书长的助理。大家好，非常感谢 Joyce。现在第二个 Joyce Marie， 她是这个加拿大数字政府部长 Joyce Murray。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电子政府的部长。除了这个之外，我之前担任过British Columbia 省的这个环境部的部长。之前我也有一些在企业的经验，所以我从这三个角度会介绍今天的介绍。非常感谢 Joyce。 现在泽丽娜李女士，非常感谢，我叫泽丽娜李，我目前作为 Zindi 公司的总经理，我是南非的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所以目前我们在管理20000数据管理工程师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非常感谢，谢谢泽丽娜。现在 Casey Leonard 女士，她是美国的一个咨询单位的负责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美国图书数据主权网络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Pani Tadzia. Fej Changan się, Kalsina. Siędzajsz Emi Ayers Nishi. Poszy. Tadzia Hao. Łofej Changan się na Gotzhandzia, Jigget Halukwe. Wodział Emi Lawyers. 我是维克的持续科技部的员工，我很高兴科学和技术在一起创造我们新的未来。追踪 Rose Mwambaza， 他是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主任。大家好，我是 Danmai Copenhagen 的。 那这个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中心的主任，这是我们联合国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单位。非常感谢，而且现在我想说，每一位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个最严重的环境管理的问题。 首先 ，Joyce Msuya女士，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只想提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就是，我很高兴我们现在见证这个环境的话题，变成我们 IGF 的一个部分，这是非常大的成就。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的。 分散化，所以现在我们有700个环境技术的平台，而且这些平台是一些政府机构和私立公司的一些平台，而且每个星期出生一个新的，所以目前我们有4.5亿。 资源在这所有的平台就积累在那些平台，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所以现在我觉得各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必须要想出一个共同的政策。 因为这些所有的数据必须是共同使用的，而且如果我们有一个具体的项目，我们可以一起检测环境目标完成的这个事项。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个world government 学术的一个平台，这就是我们。 的一个看法，现在我想请玛丽说几句话。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数据的拥有权，因为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信息，谁在保存这些数据，不是谁在拥有这些数据。但是很关键的是，我们要识别所有有关的规矩，我们还应该知道谁在监督这些规范。 因为这些规定规范应该由各种单位和机关使用，这意味着有不同的利益，所以集合共同保存的数据的这个理念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有需要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清晰的这些规范，怎么使用这些规则，怎么问责制，那永远会有一些人用这些数据得到利益，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能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目标，所以这些规矩是最基本的。接下来还有一套，比如说。 我们还需要一直在改善，我们都意识到了情况如何的快速改变，这意味着每个结构从开始
这些都是从开始以来一些重要的组成部分。 用户在这个结构里面的中心， 非常感谢Joyce。 现在请Selina Li。 如果他们与正确的文件连接， 有一些数据库， 跟这些数据有关的人群，他们可以。 在隐私的标准， 非常感谢Selina。 现在请Kelsey。 我赞成刚才的两位保证和保护，从我看到的，在我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中是有关环境数据的治理，包括湖泊和海洋，那里面缺少一些来自这些本土的人群提供的信息和数据。 这是会帮助我们保证，将不会允许这些在数字空间中殖民地的现象趋势，在环境数据在这个数据空间里面，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联盟，比如说数据联盟。 这是一个途径往前走。目前，环境数据是从有本土人群居住的地区提出来的，80%的生态多样性还没有变身出来，科学家们不愿意从这些本土的人群学习。 学习从他们几千年中积累的经验，那我们现在还不是人群能拥有这些数据，那
使用数据的方式和编辑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保证本土的人群人口，如何在政府的数据库保证他们的权益？我们的民族应该能有控制权。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联合国有关本土民族的权益应该得到遵守。非常感谢 Kelsey， 现在请 Amy。 谢谢。非常好能听到这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要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这些共同的话题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的，包括一些不同的因素。那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们要讲数字世界和可持续的环境。现在的人类与这些方面都互相连接，通过这个实体的世界，也是通过数字的世界。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为了达到一个可信任的互联网，一个包容性的互联网，包括达到它的可持续性，那我们要看重怎么建造一个可信任的和包容性的互联网。如果说信任，这些是多方面的词语，但是信任今天主要是在环境方面，还有使用数据的这些方面提到，也是有关生态系统分析等等方面。我们有不同的数据平台收集这些数据，允许我们拥有一个可信任的数据库资源，我们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数据，这是关键的事情。那第二个是包容，包容不仅是从这个数据的分享方式，还有这个谁来使用这些工具，数据有什么样的潜力，这是可以转化为一些实际应用。接下来是一安全的问题，安全是为了每个人在世界各地可以得到安全感，可以参与有关数据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工作。在我的看来，这些都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非常感谢 Amy。 现在请 Rose。 感谢。我想集中在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这个单位，我工作的单位的工作。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绝对关键的一个不能替代的因素是环境。是环境的这些数据的使用方法，我们使用保存这些数据，使用按不同的目标使用这些数据需要得到平衡。比如说我们看有一些电子废物，也是我们使用保存数据造成的废物，笔记本和电脑，现在大概有4400多万吨废物，我们正在产生，这个数字还会提高，因为这些系统的生产的效率越高，废物的产生量也是越多。而且这些设备的成本也一直在降低，更多人口可以使用这些设备。所以我们有一个没有提前没有预计的一个后果。
Mając na względzie mandat naszego Centrum Technologii Klimatycznych, woman, Kalida woman w Zhongxin, Sojiode w Qianyi, Zhuyao Shi Baokuo, Bangzhu w Fajan Zhongguojia He Fada Guojia De He Zuo, Zhe Shi Guanjin. Dan Shi Inwei Woman De F Zhezhen Fanwei Hai Baokuo w Bangzhu Zhichi Fajan Zhong De Guojia, Wo Zai 我们发展中国家包括100个国家，现在还存在很大的数字鸿沟。在这些国家，我来自非洲，可能我更提出一些非洲的案例。只有40%的非洲人口可以获得数字技术的使用，男女性的数量还更低。 数据是由谁使用？如果我们要支持一些环境方面的决定，各个层次，包括政府和地区的人群，那要看谁可以得到这些数据，进行判断、进行决定。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马上回答的一个问题。 需要两个，这里面有两个关联的因素，数据环境的数据，收集这些数据的方式、使用方式，以及数字的鸿沟，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或甚至生产这些数据。 Dziękuję bardzo, Rose. Czy która się z Pani chciałaby odnieść się do tego, co przedstawiły panelistki? Amy, proszę. Amy,请。 我想提到刚才说的因素，就是环境的平衡、数据的产生分析，刚才已经有大概的分析，微软公司非常看重这个方面。我们至于得到有关这个碳足迹的综合。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基本上得到了综合，所以科学和数据的结合来解决问题，一直在降低我们作为公司的碳足迹，这是我们所做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是一个一直以来要同时进行的工作。非常感谢。 Przejdźmy dalej. Jakie
我们必须要懂得这些环境的数据，他们就是这个数字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结构，还有一个分析的方法，这样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那些分析的机构提供正确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谈一个具体目标的一些环境数据，那我们在我们联合国，比如说我们 我们使用某个系统的一些数据，我们考虑如何我们能够用这些数据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使用这些数据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们用来采取一个正确的决定，跟合理的决定。 这样子我们能够更好为我们的老百姓服务，而且如果我们想修改我们消费者的态度或者行动，那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些数据。而且这些环境的数据，他们可以在这个全球的层次产生的，也可以把他们跟其他的就是社会的数据或者经济数据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API，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些环境数据的一些数据库，他们必须要是开放的，谁都可以使用的，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平等性，而且我们必须要给这些数据提供一个背景。 因为只有有背景的数据才是有效的，或者可以被利用的。非常感谢 Joyce。现在我想问我们的观众，是否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请你们在这个对话窗写入这些问题。 现在我想问Joyce Mary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必须要提前考虑。所以说，从一开始，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样的规则或者原则，而且我们筹划整个过程，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原则。 我刚刚在加拿大政府的一个会议参加，而且这个参加的主题是我们如何处理保密信息，所以我刚刚在这个会议发现这是多么复杂的，而且我现在所说的只是一个国家加拿大，所以我觉得这些数据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数据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以最大的幅度，就是保证所有的人能够使用这些数据，这是一些公共的数据。但是Kelsey还提到了一些另一种的数据，就是说，比如说那些一些本族的民族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意见只是些总体的意见。我们当然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国际法律的规定。 比如说人权，还有AI的这些规定，所以如果一些规定是存在的，那我们可以使用。如果没有，我们要接受。但是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接受那些仆人的一些最佳管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要从开始考虑到这些做法，因为随后说做什么修订是更难的。这件我还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数据，那些如果有什么数据是可以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那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数据有不同的态度或者对待。所以这些就按照数据的分类，我们必须要采取不同的治理的方法。这些这个重要的事情也是透明性。当然大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保密性是重要的，但是透明性和开放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谢谢 Joyce， 现在我想请泽丽娜。非常感谢。我完全同意之前我的同事所说的。我觉得从我们角度来看，从经济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合作的就是合作伙伴，就是分析那些数据的人，或者一些想解决某些问题的政府，这是我们合作伙伴。所以从我们角度来看，我觉得为了达到那些目标，发挥我们想要的作用，那我们必须要理解整个价值链的结构，而且我们必须要懂得整个市场，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背景，那他们只是数据罢了。那我们就在这个 Cindy， 目前有做一个比赛。这个比赛的内容就是分析全非洲的这个空气质量的分析的比赛。实际上这些数据不大，数据量不大，我们只有这些南非的一些数据，但是在非洲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多少。所以现在我们问了，我们如何能够充满那个数据的空间？那我们介绍了一些机械学习的模型，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个南非的天气预测的网络，我们已经安装了这些机械学习的东西。所以问题就是说，谁是积累这些数据，谁是加工这些数据，而且谁在最后的时候要使用这些数据。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个包容的问题，因为包容的素质本身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整个价值权，而且这个价值链的所有的每一个部分。谢谢大家。现在 Kelsey，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介绍。我觉得如果我们看这个加密的事情，那就是考虑到这些数据的处理，那从我们本土的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要那些没有被积累处理的这些数据，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收到这些大数据的一些数据库，所以这些数据都是涉及到比较大的这些现象，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那些更小的数据块或者数据组，
数据群，那我们就是如果能够考虑到那些跟小组的数据呢，能够更好的考虑到我们本土民族的一些主张，因为那些本土的这些民族的问题，经常是这个跟气候变化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受影响的，而且如果不是用我们的那些小组数据来进行什么数据的分析，那我们无法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那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谈的这个数据的自主权，就是英文它是把这些数据系统就是垄断化，这样子那些本土的民族，他们如果他们不会讲英文，那他们就不会参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那些那些民族的语言，如果是比较稀见的，那他们越来越少数人使用这个语言。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这些民族语言的数据库，那这样子更好。毕竟这个气候变化很多重要的知识，也就是在那些稀见的语言身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组织，它也介绍了一些关于数据主权的一些规定。这些规定里面说着我们必须要在积累数据或者构建这些数据库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数据的地方化，也必须要密切跟本土民族进行交流，因为这些数据套的使用也影响那些民族的权利。非常感谢。我们再请下一位发言者。我想提醒一下，观众可以输入所感兴趣的问题。现在有请 Amy。有关的规范和保护措施。非常感谢。我觉得有些规则我们应该考虑到，我想强调是，比如说我们需要集中在可持续性的基础，比如说这些需要共享的数据，需要能访问到的数据。我们现在在这个甚至在世界里是数据的泛滥，但有一些数据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得不到。比如说生物多样性，有许多信息我们目前得不到。如果我们要将集中在这些数据的共享，我们将可以得到，并且更理智的进行决定，在我们失去生物多样性之前。那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还有一些不知道的东西，要识别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数据。这是我们在微软公司所做的工作，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中心电脑，将要识别一些关键的数据，将向所有的有关环境保护的人员分享。那要识别这些数据的关键是要多方面的参与，像这样的论坛会让这些公民社会公共还有私营企业合作得更密切，来识别在这些地区层次还有这个国家层次识别这些数据。还有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这些关键的数据价值非常高，但必须保证他们保持开放性，
能想参与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可以，他们可以使用，特别是在环境治理这个方面，所以我们要共同集中在选择关键的数据，并且积极的。 寻找一些评估价值高的数据，然后按这些数据进行决定，这是我们在未来中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想克服现在面临的过程，并且进行做出有意识的决定，现在作为最后Rose。 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重要的论点。最后的发言者已经强调了如何重要的是要识别哪些数据是关键的，环境、气候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从特别是面临一些风险的人群角度来看，但还有一些数据也是很重要的。在目前，我们现在有许多。 数据有关环境的数据，这些数据适用在进行决定的过程中，这个决定要贡献于环境和我们所有的人类。那为了不要把任何人掉队，如果我们说要使用数据贡献于提高生活质量、保护人类。 比如说改善空气的质量，那这些数据是对环境、对人类好、有好处的。我们要制造有用的数据。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作为这个社会非常重要。还有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环境的领域内。 这是有关，这是很大的新的数字，异常也是包括环境的因素，来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努力做这些。我觉得，环境系统必须是在其他的生活领域考虑到，以前还没有考虑到。比如说，综合的对待，这是我要强调的一些。 方面，从我们的组织来看，谢谢 Rose。现在我们要转到观众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已经有几次提到了，我们需要有环境数据的标准，谁来应该制定这个标准？我打开麦克风，请回答。 有没有人愿意回答？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我想，在我们的讨论中再提起一个重要的话题，我想回到关键的数据、中心的数据，以及整个数据链这个概念。 以及非汇总的数据，将利于社会中的公平。那我不确定谁在已经说了，政府以及公民社会以及互助人民，有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参与，还有政府，政府可以发挥特别积极的作用。如果我们要从开始从起点考虑政府的作用，因为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允许或者变得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或者变得更难。有一些组织会让与政府的合作更亲密。我现在不再说一些特别大的组织，但是我的意思是要设立一些开放的合作平台。 比如说，我们从11年以来，会与各种各样的组织会议。我现在说的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
Weyla,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开放的使用数据的方式，而且动员人们与政府的合作。 那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创造与政府合作更积极合作的方式，为了而且避免太大量的官僚一些现象，官僚主义的现象。谢谢 Joyce， 现在还有Amy想说一点，是非常感谢。 我觉得我想再次强调，已经提到的内容，我觉得谁来制定这些标准？这个过程应该有多方面的参与，政府有自己要发挥的作用，它的作用跟其他的参与者不一样，我们需要考虑。但是强调的，我要强调的是。 标准有两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访问，是我们怎么指定，这是应该有多方面参与者来参与这个过程，还有如何保护数据，还有一个方面，特别是在我们说环境的数据，是评估，即。 什么样的数据使用在做决定的时候，有关全球环境的决定，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过程是针对科学的数据。 评估这些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好像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满足的机制，可以允许我们尽量从这些数据尽量得到有用的内容。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 评估好，这些最高的价值的数据，我们在关注一些趋势，我们做一些分析和依据，这是都是很大量的资源，有价值的资源来依据未来。但是这些体系怎么与科学界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大的机遇，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克服。 这边还有没有什么人想说？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那好，那我们继续。那现在我想问下一个问题，那你们在2021年会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每个人一个承诺。首先 ，Joyce， 非常感谢。 我觉得我提两个，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内面的。外面的就是对外的承诺，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保持灵活性，我们承诺我们会跟 IGF 进行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也想发挥，就是从事网络最佳管理平台的作用。 但是内部我们的承诺就是我们想继续就是秘书长路线图相关工作的，而且我们也想准备一个关于数字化的方案。现在 Joyce Mary， 非常感谢，我觉得之前我所说的。 我之前所谈谁必须要采取决定，我之前所说政府应该是发挥最重要的作用。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些允许多利益有关方参与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所说的这个承诺的意思不是说政府要负责全责任，这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所说的这个承诺，就是那个 Digital Nations 想要努力在这个电子平等性下功夫。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公开的方式进行报告。 比较大的合作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谢谢。非常感谢Joyce，现在Zelina女士，谢谢你。从我们Zindy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感觉这个市民感，所以我觉得这个 AI的这个技术它应该是更普遍的，所以我们的承诺就是扩大那个对于，尤其是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的学习的办法。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更多的数据组能够被开放和能够大幅度影响我们的现实。 谢谢，现在我们请Kelsey。非常感谢，我觉得我的承诺就是，实际上我想鼓励我们所有方，更好的了解我们所介绍了那些规定，因为很多人不对这些我们的文件。 这个宣布的文件是不熟悉的，而且我觉得我们那边所介绍的那些数据的那些规定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欢迎大家分析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文件，而且把它规定落实起来。谢谢 Lacey， 现在 Amy。 现在能听到吗？好，可以。首先我想要做出的承诺就是个人的承诺，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对话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对我非常有所启发，所以从我角度来看，或者从微课的 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两个承诺。第一个是我们加强在减少环境影响方向继续，所以我们想作为一个对环境有积极影响的公司。第二个承诺，我们想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在一起，更好识别。 所有的情况变化，所以我们想继续交流，继续对话，而且我们想分享我们最佳的管理，这样子我们能够一起更好的使用这所有的数据。非常感谢，最后我想请 Rose。 非常感谢我们想承担的一个承诺，就是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我们想继续推广对环境有好处的技术。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应该集中在两件事，对环境有最大的影响。第一个是电能消费，因为这个电子化的过程它所需的这个电能消费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支持那些从能源角度有更大有效性的技术。 而且跟所有成员国，我们必须要合作，一起进行那些电子屏的飞机处理，因为目前这个问题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问题，那我们必须要。 Deal with some of th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Selena was talking about, where the actual data gaps that we need for sou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 Thank you very much. Rose, thank you for concluding that section. And we've had a fascinating and very thought-provoking exchange of ideas today. And I want to thank the panelists for all their concrete suggestions and for the work they are developing in their institutions on this topic. The IGF and the U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have pushed this issue to the top of the agenda. And now the UNEP is considering making digit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 four-year priority. The media too needs to report more on environmental data and the implication of using it sensibly. Please do contact me at Digital Planet about this. As we have heard across the various environmental tracks in the IGF, as well as on the panel today, every scientific assessment is giving us 10 years left to solve climate change, biodiversity loss, and pollution. Living as we have been living and doing business as usual is clearly not working. And we need to find ways to make exponential progress in these three are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going to play a massive role if it can be harnessed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stakeholders need to establish together how environmental data and metrics can be hard-coded into application, platforms, filters, and algorithm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incentive structures for sustainability if we are to see any benefit to our environment. Working together with environmental data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could decarbonize, dematerialize and detoxify global supply chains, as well as help us predict and respond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s. Together, we can take collective action on environmental digital cooperation and commit to concrete ac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GF and UNEP. Thank you to everyone on the panel today and those behind the scenes, translators and scribes as well, who have made all of this happen. I hope to come back next year to hear about the tangibl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mad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o Anya,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to our panelists. It was a great session. We will be having the closing session in this room, in the same room. So if you want to stay for the closing session, please stay. And those closing session panelists, just stay in this room and we will upgrade you to panelists if you're in the audience. And so thank you again, and we'll see you in 20 minutes. Thank you. And David, if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No, I was going to say fantastic work, but everybody left. Okay, sorry. Okay. Cheers.
Good afternoon or good morning to you. Can we just test our cameras and microphone? Oh,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Chengetai. How is life? I'm fine. And you, Christoph? Very good. Thank you. Good, good. Yes, I think everything is working fine with you. So that's great. Yes. There's a bit of a reflection on your lens, I think. Yes, I'm not too sure. Try to correct that maybe. Yeah, it's getting better. Yeah. I will put additional light as well. Yeah. Okay, great. Is it better now? It's better, but when you tilt it up, it comes worse. Okay. So Now it's better. Yes. Okay. Mr. Carlos Molina, greetings. Can we just good test morning, your good microphone?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to you. Yes, it's working fine. We got from Costa Rica. Yes. Mm-hmm.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I was in Costa Rica, I think, 2 years ago. Oh. How was the experience? Oh, great. Wonderful place. Wonderful country. Yeah. Right now it's raining because the consequence of the Iota hurricane. So. Oh, yes. Yes. Mm-hmm. It's a terrible situation they're facing in Honduras and Salvador. Mm-hmm. Yes.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And sorry, let me go. Henriette, can we just test your video and microphone? Is that okay? Yes. Perfect.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Joran,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my friend. And how are you? Yes, we can hear you quite well. And yes, we see you as well. So that's great. Good. Thank you. Let's see who else we have. And our moderator has just arrived, Jonathan. I think he's still setting up. So.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Jonathan, and how are you doing? I'm all right on a grey day in London. Oh, yes. I'm just working out, hold on, I should be with you in a second, setting up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Okay, no problem. We're just testing everybody's very good microphone. Hello, Masango. Yes, hello, Dr. Mohammed. How are you doing? Okay. Great. Yes, okay, we hear you and we see you well. I did not hear what you were saying because I had to enter the page. But anyway, I'm on now, so I guess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No, we were just testing everybody's microphone and camera, and yours is working great, and we can hear you very well. So that's good. We're going to start at 20 past the hour. So at the moment, we're just going through and testing everybody's setup just to make sure it works. Deputy Minister Parshan, would you mind switching on your camera and just having a microphone? Good afternoon, sir. I'm not Mr. Parshan. We're testing the system. Yes, that's fine. Yes. And what about translation? We do not see bottom on the screen from Russian interpretation. There should be a button next to where it says closed captioning.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pretation button. And if you click that, you have the list of the UN languages. Would you see it? This is something we just found out, that it seems to be different on certain computers. But there should be an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losed caption and the leave button. Would you see it? There's share screen, closed caption, and then interpretation. If you have an old version of Zoom, then you won't have that.
To the latest version, then you do. You may have enough time to upgrade. I don't know if that helps, or maybe a different computer, just your Zoom version. Thank you for information. We will try to do it. Thank you, sir. So we need to update our system, or what should we do? I think maybe just the program. That is what I'm being told. Okay, we will try to do it somehow. Thank you, sir. Okay, thank you. But, you know, there is the captioning, so that is available. But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e interpretation. Under Secretary General Hochschild, can you just switch on your camera and your microphone just to have a mic test? If you can hear me.